你腿受伤了，赶紧去包扎一下吧。可是我再不送过去会被罚钱的。我帮你去送。等一下，要不你换我的衣服吧，不然被客户发现了一样会被罚钱。嗯。怎么搞的，上才这么慢。前男友。哎呀，那是立夏呀，今天同学会都邀请的是年薪过百万的精英，当然最高的就是我们王总，年薪250万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吧。哼，毕竟啊，之前可是很好的闺蜜，你不会介意吧，亲爱的？喂，你们俩这桌菜抵上你好几个月的工资，你这辈子怕都是没机会吃上第二碗。坐坐坐，放心吧，不会让你掏钱的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你们没分手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立夏，你干嘛？我让你一天都不得好过。赵经理，赵经理，你怎么还是那么蠢呢？以前我是怎么看上的？周末，当年你上大学的钱是我勤工俭学帮你赚的，就算你不懂得感恩，起码也要尊重人吧。要不是为了你的钱，第一问，我凭什么跟这小子在一起？赵经理，赵经理，哎哎哎，怎么了？赵经理，这个人洒了我一身水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可都是你们酒店的股东，哎，看着办吧。哎，明白。你还敢走？我